投资不迷路，老板帮你估。大家好，我是赚爆雷老板。哎、欸，欢迎收看《丛林抱抱》欸。哎，很温暖哦。这个周末有看我的节目，有回去复盘的，越看越温暖。哎、欸，今天节目也很精彩哦。然后录影时间是二零二三年的十二月二十五号哦。哎、欸，圣诞节快乐！我知道大家都会有的人戴圣诞帽什么的，但是我的圣诞节的小礼物就准备在这里，一个红色的小花花，好不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要讲什么？哎、欸，首先 Nike 哇。 大跌喽，所以我们今天节目有一趴很重要、哦。雷老板一直讲的全民性运动会的指标股 Nike 就大跌十一趴了。如果我们有，我们要怎么办？哎，等下节目后面会讲到哦。那还要讲什么？讲工业电脑，还有呢，讲航运哇，会不会变铁达尼号？哦，要沉了吗？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不知道现在讲什么，讲一下美元指数。哎，雷老板怎么又绕回来讲美元指数了？哎，同学，我给你看一个东西好不好？ 讲美元指数呢，我们要来讲一下。哎，今天还有一个新闻也很重要哦，就是折叠机哦，Apple 要做折叠机，所以等一下这几个主题都很重要。但是呢，我们先回过了大盘，大盘为什么最近呢诶？我不建议大家去追空，但是呢，我觉得你要强力做多啊、呃，你也会很难做。为什么？ 同学，我们来看一下美元指数最近还是继续在跌哦，已经跌回到雷老板当初跟你讲的第一个一百块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强力支撑哦。我当初要跟你说，它跌到一百零三附近的时候会震荡一阵子，呃，大家可以回去看我之前的节目。然后呢，两根黑 K 破下来，果然往一百破了。可是，那雷老板，美元指数破不是很好吗？你只说美元指数下来，台湾的加权指数，台湾的大盘。 才有机会一起往上啊，所以台币也升值啦。那台币升值，美元指数跌，台币升值，大盘不是要一路往上吗？同学，但是你看最近哦，最近台湾的大盘有吗？最近美国的指数有吗？有什么？有继续往上吗？最近的盘中哦，尤其是美股盘中都很震荡哦，上上下下洗洗刷刷啊、哦。你看到了涨，可能都是尾盘最后才拉上去的哦。 所以，同学，我们要表达是什么？就是雷老板在跟你强调了，现在大盘已经进入了一个指数的压缩期了。什么叫指数的压缩期？就是呢，你这里就算有很多的利多想要来刺激大盘涨的时候呢，那个股票的连续性都不会很强。那指数常常大涨个一两天，哎、欸，又跌下来，然后终究在一个大的箱型区间。好，所以同学，未来在一万六到一万七千多，你。 一千六百点实对现在的大盘没有很多、哦、来回，不过大概就是四五趴而已、哦。可是这个来回四五趴，你的股票的来回可能都会超过十五到二十趴，这是你最要重要的地，最要注意的地方。所以为什么前一阵子很多股票冲出去了？雷老板跟你说，你不要急，你真的不要急，很多会回来的。不然你就看今天航运，只是因为一个新闻而已哦，还不一定是哦。但航运的。 怎样？股价已经涨了三四成，又一次跌了快十趴。那如果明天一个跳高往下跌，等于说你这一波涨上去的航运大概要跌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了。那你一定都不是追在第一根的嘛？所以我就跟你说，你这一波的行情会非常难做。等一下我会带一些族群给大家看哦，你会发现说，哎，我上个月还是月中的时候看到它，月初的时候看到它，这个族群不是还很热吗？怎么已经跌回来原点了？ 所以，同学再看一下、哦，美元指数虽然还在破底哦，台湾的汇率还在升值哦，但是最近台湾的加权指数接近一万八千点的时候，就静观情变，会开始怕哦，因为大家都认为这个行情应该不会这么轻易的就去过高。为什么？先漏一点题给你，Nike 最新的啊财政目标出来了，他跟你说我明年的展望有稍微下修哦，一样是成长哦，但是呢？ 成长的怎么样？没有原本的预期多、哦。哎，那雷老板看到什么？我看到就是说，那会不会接下来很多预期明年要高成长的公司，它也做了稍微的下修，就是明年虽然是复苏，但是复苏的没有那么好。那如果我们要赚股价，因为有复苏还是有得赚嘛，那我们要怎么赚？哎，那就要跟紧雷老板了，好不好？所以美元指数，我一再跟你强调，看指数，看台湾加权指数就看这个就好了。那最近呢？ 有什么重大新闻哇，雷老板，今天今天这个折叠机，苹果要开发折叠机了、欸。你看我们的侧标，苹果要开发折叠机了。那折叠机会看到什么？会看到折叠三雄啊。可是今天的折叠三雄，哎、欸，涨跌不一哦。为什么涨跌不一？同学，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回来再看新闻哦。但是你就想到 Apple 要出折叠机，这个画面感有多大就好了。 那今天理所当然了，长期的 Apple 供应链，三三七六的新日兴，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盘中就涨上去了嘛。那也就是雷雷老板之前我跟你讲的，如果你要看 Apple 的供应链，你必须要看的是什么？三三七六的新日兴啊，不然为什么今天 Apple 的这个新闻出来，这个 Apple 的苹果开发新折叠机台链，台湾供应链开始启动？ 为什么轴承三雄？因为折叠机最重要的就是开跟关嘛。为什么轴承三雄里面是新日新今天独涨哦？兆力跟富士达明明三家都说有送样，为什么这两家是跌，这一家大涨？同学，我们早就讲在前面了、哦，为什么？因为当初我就跟你说了，华为他跟谁？他跟兆力还有富士达签的是独工，你们两家要做我的生意，你们就只能供货给我。 所以你今天说 Apple 接下来开发折叠机好了，除非你要先放弃眼前的肉，也就是华为，华为这个大客户，懂吗？那你愿意放弃吗？你陪他开发了这么多年了、喔，我们哪有 Boss Time 可以看哦、喔？你愿意放弃吗？所以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Boss Time，看一下雷老板当初怎么讲的，你就知道为什么 Apple 今天供应链是新日新比较重要。Boss Time，如果未来 OPPO、未来小米、未来 Apple 想出折叠产产品，他一定要去找其他家嘛？啊，华为就跟你说，这么强的供应链就是在台湾，所以才有折叠三雄嘛。那新日新以前就是比较基基优生的资优生，为什么？他以前就已经帮 Apple 做了不少产品嘛。那 Apple 的产品有多难做，你们都知道嘛，对不对？啊，为什么当初大家这两家没有先找新日新，说明是 Apple 不同意，还是谁不同意啊？ 还有可能认为说，Apple 要先出折叠机，但是我不管。新日新本来的 EPS 就不差，接下来富士达又挂牌了，整个怎样？族群性又出来了。同学，你有没有族群性哦？好，所以现在哦，当初跟你提到折叠机的族群性，现在整个族群性如果要再往上的话，Apple 要不要做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哦。但是我跟你说，Apple 绝对不会这么早做，为什么？ 新闻把雷老板当初讲的也都提出来了。好，我们等下讲到，我们今天讲折叠机都是未来的趋势哦。再讲到等一下的元泰电子纸，呃，等一下一会讲到元泰哦。哦，昨天那上礼拜五大涨，这个都是未来的趋势哦。那雷老板为什么你跟我说 Apple 不会出那么快？这里都跟你说，台场已经加速启动啦、啊，都在送样，加速送样啦、啊。这里也在说啊，加入开发的话，现在的大家的送样的时间都比较短了。 甚至这里还讲到，新日新为苹果长期轴承的合作伙伴，多单呼声最大。不用呼声啊，同学，不用呼声，也不用打呼，好不好？照例跟富士打签的是华为独工，这个签多久？可能至少都还签到明后年呢。你现在 Apple 能找来一起真正开发的，就新日新。新日新凭什么？凭的就是他当年已经帮 Apple 的耳机，还有帮 Apple 的很多产品。 都做过什么？都做过轴承啊，轴承不会只有折叠机才用哦，里面的那个翻盖的东西不会只有折叠机才用哦，是任何电子产品只要有一点点翻盒的动作，它都会用到。所以你 AirPod 的那个什么，那个收集盒，你把耳机放进去的，那也是要开关，那个东西也用得到。明年 Apple 还会跟新日新一起推出 AirPod 简易版哦，所以这个量也很大哦。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 Apple 要一步一步的测试。 未来如果我要做折叠机的时候，我到底能不能把这么大量，哎，一只 Apple 的手机随便一个型号都七八千万只哦，它能不能把这么大的量交给你新日新来做？所以你这里要考虑的就是新日新。所以你看，为什么今天新日新是大涨的？奇怪了，之前涨最多的领头羊兆力今天是大跌的，为什么？假设 Apple 真的提早出来做折叠机了，那对谁是最大的利空？ 同学，你想这个问题，你思考嘛？Apple 出来做，谁是最大的利空？两家，我当初就拍过短片了嘛，我那 IG 短片就有跟大家讲过了嘛。来，你去看我 IG 现在短片最多人看的几万个人观看的那个 IG 短片，他就说雷雷老板就在里面跟你说了，如果 Apple 出折叠机，最大的对手是谁？同学你还记得吗？是谁？是三星跟华为啊。 还有华为代表谁？华为就是整个陆系厂商嘛，还有小米跟 OPPO 嘛，这些都有出。美国的 Motorola 也有出，但是呢，重点是如果 Apple 出来要做了，会不会一大家一窝蜂？因为现在有人买折叠机是因为 Apple 没有出嘛，啊，如果 Apple 做了，到时候大家会不会过去？所以,以终端的消费、终端的消费者来讲，Apple 如果真的要做，他把客单，啊，把顾客给吸走了。 那最大的受伤就是华为、三星、小米这些本来就有做折叠机的，所以你懂吗？如果你懂，你就知道为什么折叠三雄今天只有涨新日新，赵丽跟富士达没有涨，因为这就是差别，好不好？所以呢，那很多人就会来问老板啦、啊，老板，那为什么为什么他不能马上推出折叠机啊？同学，我刚讲了一个关键数字哦。 现在啊，OPPO、o o, 小米、华为这一些，它可能出折叠机，它的量都还没有超过一千万只哦。Apple 手机的型号非常少哦，它一年的型号就那四五款而已哦。它今天随便一款一出就是要八千万只所以当初我跟你讲的新闻今天写出来了，你再来看这个新闻，他说现在呢不出的原因就是什么？生产成本过高，淘汰率良率太低啦，还有面板折痕无法解决了。 所以，我那时候不是跟你讲了，如果你要 Apple 这么雕的，他这么雕他软硬体的东西的人，他一定要他东西很完美嘛，他的良率一定要远低于其他家嘛，所以呢，他一定会说什么？他一定会先从 AirPod 这种轴承开始调，接下来出什么？接下来开始出折叠 iPad，因为折叠的 iPad 的一两千万台的量，如果做出来了，你可以通过考核，那我才让你新日新去做什么？去做折叠手机。 所以，我们虽然认为折叠手机有机会加速了，但是呢，雷老板在这里觉得，他至少要等到二零二五年才会开始发表，甚至二零二五年的时候也只会发表折叠 iPad 哦。所以，这是雷老板的想法，O 不 OK？可以吧？我没有必要一下子就出八千万手机来跟你这个只出四百万只的人来比什么？来比谁做得好啊？八千万只的量怎么算？那个良率，如果你不提高的话，我随便。 做出来良率比较低，我的报废都比容易比四百万只的多，那新闻就大做文章嘛。还记得当年三星跟 Apple 两只在比的时候，有没有？那时候什么 Note 二、Note 三、Note 四，对不对？那时候三星的手机为什么三星后来输掉了？因为它为了拼量，为了拼电池的续航力，结果呢，后来它的手机就爆炸了嘛。就爆炸之后，从那之后，苹果就再也不把三星当对手了嘛。有好几年的时间，苹果的市占率就起来了。 所以呢，苹果不会一下子贸然去挑战他还认为不够完美的东西，好不好？那进一下广告哦，广告回来跟大家提一下什么？广告回来跟大家提一下，哎、欸，铁达尼号现在的航运，大家的航运要沉了吗？还是只是短期现象？哎、欸，有在有航运股的同学要记得看哦。进一下广告，马上回来。 那在讲航运之前，哎，很多同学就心里有疑问了、啊。那雷老板你怎么看整个折叠机族群的股价，对不对？最早折叠机，哎，我们是在日报里面哦，十月二十五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已经开始做新日新了哦。很多那时候来问雷老板说，哎，老板照例涨太快没做到。我跟你说，你去可以去做新日新。所以那时候我们去做新日新的时候呢，我们才会有怎么样四十几趴的报酬率嘛。我们新日新是买在九十块哦，出在一百三十几哦。 那你们想要体验标股，所以雷老板跟你说，你可以留下少数的部分哦，去赌这个长期的趋势哦。所以那时候我们新日新在十一月十七号的时候，我们已经卖出，那时候报酬率是四十三趴、四十四趴。那日报更是十月二十五号就跟你讲了。所以我们的股票有时候啊，会给你布局的时间点。那如果你对我们日报有兴趣的同学，你当然就是要天天操练啊，每个月花一点钱，每天开始把自己的产业的知识给顾好。那顾好之后呢？ 你开始过好之后呢，你就开始操作。哎，有赚了一点钱，你就开始会对什么有兴趣？你开始会对我们的豪华精英仓有兴趣嘛？像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的安晴，哎，它就是豪华精英仓的标的哦。为什么？因为它超过了一百块，但是呢，李老板觉得它会涨，所以呢，我们还在跌停的时候去接这一档股票。所以你是豪华精英仓的人，你就会比较勇敢，你比较敢做什么积极性的操作，你比较有时间可以布局的，比较时间可以打动人的，哎，你就欢迎参加我们的豪华精英仓。 好不好？那报酬率刚刚都有给大家看了，那你来问我了，李老板，你怎么看好？同学，我过去强调，包括刚刚 VCR 的时候，我强调，我说如果你要看整个折叠机的族群，它最完美的地方就是它有族群性。今天如果折叠机是大家都要一起起来的，就像十月、十一月那一波，不管是谁出，哎，只要对折叠机这个市场都是成长，所以大家有族群性一起涨。 哎、欸，我照例要做了，我未来华为也可能，哎、欸，华为要做了会给照例嘛，给富士达嘛。那我未来 Apple 要做了会给谁？会给新日新嘛。那当时大家都一片看好嘛。可是这一天这样的新闻出来之后呢，哎、欸，你第二次在洒利多的时候，同学开始了、哦、逻辑了、哦。这一次的族群性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哦、因为这一次是单提 Apple，、哦、那知道的人就知道 Apple 都会找新日新哦。 所以我们回来看哦，雷老板的看法是这样啦。那你参考就好了。我认为呢，短期因为这个利多只独好于新日兴嘛，所以它很容易会拉回区间，这个横盘区间再来整理会更好。为什么要需要一点时间来发酵？为什么雷老板十一月多的时候先获利了结，接近五十趴一趟？那时候就是我知道新日兴如果真的要做 Apple 的手机，还还有一段时间，我们不如先趁第一波族群性题材做完，你看。 这一段涨得多干脆，我们把这一段做完之后呢，让他去整理。那你对于报长期标股，很多人跟雷老板说，我想要做长波段，好，我说你可以，我们这中间来回一次价差，哦。那我说你可以怎样？你可以留出一部分，因为你就算剩下的那一小部分跌回到原点，你都不会赔。所以呢，我说你真的想做长期投资者，你可以抱着。好，但就以这一次的新闻事件呢，雷老板认为呢，因为这一次的族群联动就不明显了。 而且长期有没有？它跟几个 MA 参数乖离比较大，所以李老板认为它在这里整理会是最好的。为什么？你也要等四大指标跟上啊。我们这 MACD 才刚开始落下来，你要给它一点时间涨回来嘛，对不对？我们的乖离率哎才开始，有没有跌破蓝线黄线？我们要等它再涨回来蓝线上面啊。所以呢，如果这一些都达成了，未来它会在这里整理出一个很漂亮的平台。那越接近，时间越整理的越久。 越接近，它、啊、会怎么样？就离 Apple 真的要出折叠机的时间点会越近嘛？那时候股价再来涨一波，哎，就非常有道理哦。甚至呢，还没出折叠机之前呢，明年新日星还会整理着整理着，就遇到明年要出大量的 AirPod，AirPod、哦、就可以贡献给新日星非常多了哦。新日星涨到这里还不需要 Apple 的折叠机给它灌 EPS 哦，还不需要贡献它 EPS 哦。照例跟富士达现在是有贡献它 EPS 哦。 有华为贡献哦，可是新日新目前涨到这里，靠的就是它原本被低估的产品而已。所以同学你懂了吧？所以在这里开始整理不会是坏事。整理到明年的时候，如果 AirPod 开始出来，AirPod 出来再涨一波之后，之后折叠机真的出来再涨一波，这就是我对新日新的规划，懂了吗？那到时候族群新会重回来，为什么？因为等到 Apple 说要做的时候，到时候华为、OPPO、小米这些量也会再增加。 所以对谁对赵丽跟富士达也都是好事，三家一起好，三个题材一起来，族群性就要回来。所以忍耐一下哦，同学。那我们接下来讲什么？我们接下来讲刚刚的逻辑，你要学走、哦。李老板不止教你技术面，也教你基本面哦。马士基，马士基是谁？来，我们来开始要讲铁达尼号喽。马士基将恢复红海通行。为什么最近航运涨这么凶，报价涨这么凶？那是因为。 恐怖组织，你只要记恐怖组织就好了。他在攻击苏伊士运河嘛？叛军呐、啊，他们叫做什叶派的叛军。我我同学，你这个不用懂太多，没有关系。你只要知道苏伊士运河，哇，这个很重要的运河，它怎么样？它被攻击了，过去的船都会被这些叛军给攻击，所以呢，大家船不敢开往这里，就要绕道，往下一直绕，绕过谁？绕过非洲的好望角。 那你这样子，你的运费就增加了，所以呢，最近报价涨是这个原因哦、喔。结果为什么今天航运一口气跌回来了？我们来看一下线哦、喔。所以老板跟你说你不要轻举妄追哦、喔，对不对？你在这里的时候，你一定没感觉啦。那时候其他族群都还在涨啊，你有感觉的时候就是在这里的啦。那你一定会觉得哇，今天这个大涨，你就跑进去追有没有？到上个礼拜再跟你讲运价继续涨，所以你的成本。 李老板大胆断你的成本就是在这个附近，今天一跌直接跌回你的成本，这就是李老板近期跟你讲的。很多族群，你只要一追出去，一个反扑，你来不及走了，你甚至连停损点都没有设好，你就追进去了。就是你们，你们没有扣讯的人，你们就是停损点都不设好，你们就追进去了。好，你看哦，这是杨敏哦。 今天航运整个一起跌哦，那你要下面找技术面支撑，要回到这里来了。哎、欸、啊，你进，我看你大概跟刚刚一样进在这两天。你明天再一个，假设有跳回来，同学，你这一波涨三成又怎么样？你两天又跌十五趴了啊，不就又回到你成本附近了？因为你一定不是一个月前就开始蹲航运的嘛。一个月前的时候，你根本新闻没在跟你讲报价嘛，你根本会忽略这个族群嘛，对不对？钢铁航运这是,是上个礼拜你才开始看，那如果是的话。 明天假设要跌，你的成本就在这里了，所以你要小心啦、啊，同学。我跟你说，最近很多组群你是看得到吃不到啊。我举个例子好了，网通月初涨那么凶，回来啦，你最低一根好了，最低一根成本也回来啦，对不对？网通来三五九六，96, 你们喜欢看技术面？你看这个连长虹 K 都不熟哎、欸，同学，MA one 参数也不熟哎、欸，就算测到这两个第二个 MA one MA two 参数好了，测到前平台支撑，这里前平台有个支撑哦。 它、啊、这里 MA two 支撑哦，哎、欸，那、啊、你撤回来，你都买在这里，你不是又赔了？所以前面有涨二三十趴的股票，你也不一定收得下来哦。接下来就是比谁说我很多族群被轮过以后都要大跌，那跌完之后撑得住的，哎、欸，我就可以继续涨。所以你要蹲好，你选好了族群，你要蹲好，而且你要蹲对的。所以雷老板为什么目前为止我有部分哎、欸 还蹲在重点就是至少重点订单是不会不见的，至少重点不会跟刚刚这个一样。来，你前面涨是因为大家说不往这里开，你现在跌是跌什么？跌说美国要来帮你保护这个了，保护这个运河了，繁荣卫士行动了，来美国来帮你了。所以呢，到时候大家又可以来开这个苏黎世运河了。那这样子造就今天全部的航运又在大跌，为什么？因为大家会预期说运价。 又要直接往下跌了，但同学，我做一个思考的，想要你们思考一个东西好了，大家跟着我,我思考一下，深呼吸一下。美国来保护你，美国就不跟那些叛军一样，哇，就都做免费的、哦。我美军派那么多航舰来，我都做，我都做功德哦，做形态给空的，你觉得有可能吗？ 如果不可能的话，各国是不是跟美军会协调？包括哪里要让利，还是哪里的费用要高一点？所以雷老板也可以跟你讲，如果你现在还因为今天为什么雷老板讲铁达尼号？因为很多人说我们现在就像没有上航海的人，就像铁达尼号没有上船的人，对不对？船要沉了，我们至少庆幸还在船上，对不对？不买不操作就没有伤害，没有期待没有伤害。但雷老板跟你讲，如果你在船上呢，你也不要这么悲观，对？为什么？好。 我刚刚讲了，股航运股会涨，是因为报价往上嘛？报价往上，第一层思考是因为我要我这些船队都要绕到非洲最南边的好望角去嘛？我的运途变长了，我的那个什么路线变长了，所以我的报运价往上，这合理。那现在说又可以恢复通行，我又可以走原本的路了，原本的路叫捷径好了。可是是美军保护下你才能走啊？如果美军要保护下你才能走的话，你觉得你的费用会降回到原本吗？ 我觉得肯定不会嘛，所以报价不会短线马上跌回原本。那这时候报价如果不马上跌回原本之后呢？假设这个保护到时候会不会又撤销？会不会供给的又怎么样又撤销？不知道，还是又战斗起来？这个输利是运河不能开，你没有办法去预测，没有办法去预测的时候呢？我跟你讲，股价未来就是又会跟刚刚一样，僵住了。 会将在这一些技术面上，大家找得到支撑的地方。所以，罗盘的同学，你赶快去买起来，把罗盘买起来，跟雷老板把罗盘买起来，买一下看一下，至少当今天我新闻我抓不到的时候，我还有什么技术点位可以支撑，好不好？MACD、乖理率这些，雷老板都拜看一下了。目前刚跌回来第一根，这四大指标都不可能马上跌破，你应该出的地方。所以雷老板想法就是会拉在这里，有可能再往下跌一点，但是呢？ 报价不会马上回到终点，但是长期我不知道、哦，因为这一次是一时的哦，谁都没有料到这个叛军的攻击行动哦，所以对这种突发性的东西，雷老板比较没有办法预测到，这就不会是我长期要蹲的产业，懂吗？你明年要蹲要蹲有胜率的嘛，要蹲有下档的嘛，所以为什么我蹲重电？因为重电至少他跟你说我到二零二七年都还有订单，而且是四家公司都跟你这样子讲。 如果今天四家航运公司都跟你说，哦，抱歉，就算他保护我也不走，我要往南走好，好好望好望角，我走好望角就是要让运费往上涨。如果四家还有全世界前四大，包括刚刚的马士基都跟你这样讲，长隆，哎、欸，他也讲啊，我暂时还不讲，不走苏黎世运河、喔，杨明长隆，如果这些都这样子讲，那我跟你讲，运价就会继续往上。那你如果有航运，你就不要害怕。但是呢，如果这些都还不能跟你保证，都还要看美国的脸色，我跟你讲。 这稍微赌的成分就大一点哦，好不好？所以同学，你有行业的同学，我解释到这里给你听哦，技术面也解释给你听哦，基本面也解释给你听哦。你或许不用太悲观，但你也不要太乐观，好不好？好，那接下来老板，你想要讲一下什么？老板呢？最后呢？我想要放个啊 VCR 啊，b o s 波 n 泰给大家看。为什么？因为最近李老板有一档去接跌停的股票，我一直跟你说，工业电脑是什么？ 是产业电脑哦，所以我十二月八号的时候就跟你讲了、哦，我们这一档接到之后也十几趴了、哦，所以我那时候就跟你说，你一定要看安情哦。所以你的日报为什么要买起来？同学，你的日报为什么要买起来？你每个月花一点钱，你看安情这样子上去就是一两万块了，你如果一张就价差一两万块了，那、啊、你一个月大概不到一万，那、啊、你看十一月营收会是近期低点呢？那安情是一直跟你说要看啊，十一月营收会是近期低点呢。 我们是多少进去接的？来，我们看一下 boss time 好不好？我们进一下 boss time 看一下，boss time 会跟你讲一下雷老板当初安情是借在什么地方。二 <noise> 月八号就跟你说，十一月营收会是近期的低点哦、喔。但是我们非常看好他明年哦、喔，他明年有机会赚十一块到十二块哦，所以叫你要值得留意哦、喔。昨天打到 MA one 参数的时候，安情是跌停的。 同学，跌停你接吗？跌停你挂单吗？我问你嘛，跌停你挂吗？还是挂到一半，在跌的过程，早上看到跌，耶，接一下，因为我有日报，结果跌下去了，跌停了，你敢接吗？昨天的扣讯，早上盘前帮你预设好了，就是希望你营收开不好，让我来接。真男人，just do it，一百零九，一百零五。 昨天两笔单狠狠的接到了低挂买进，我还不知道它会跌停哦，但是我就先挂好，希望它可以跌停价让我来成交一下。所以同学，昨天你们在那里说我看基本面的，我看技术面的，我就问你看基本面的看技术面过去的你遇到跌停，你接吗？你有 just do it 吗？你有纪律操练吗？如果没有，那我们今天仓等的同学，淘金仓的同学。 商务舱的同学，你试试就跟着雷老板 <music>，just do it，到他做了，那个标啊，来。好，所以同学 <music>，just do it，我知道吗？就是你既然有了口训，你就要照着做。失败了，我们就勇于承受，没有，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一定夜路走多了，欸、这样讲也不一定好了。但是呢，我要跟你讲，就是说，我们策略做久了，一定会进进出出，会遇到有停损的，会遇到有停利的。 但是没有关系，长期以来我们综合胜率要是有的。十二月的中下旬，我知道大家比较难受一点，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们还是有一些股票哎有在表现的。那该提醒你的风险，我还是有跟你讲的。所以呢，十二月中下旬之后，是每一个族群都是急涨后急回，这是我必须提醒你大家的。所以你变成进出点会非常的难。所以我们这时候就是要怎么样？至少要力保自己不要大输，再来求小胜好不，OK？ 等外资回来，等内资回来，到时候资金就会轮动到很明显的地方。但如果你没有在这个时候布好局，我跟你讲哦，等明年一月来的时候，很多族群瞬间会涨上去哦。一月过后，还是第一季的时候，瞬间涨上去的时候，不一定会跟现在一样，每个族群都有机会让你回来低阶。而且重点是在急杀的过程，你敢不敢低阶？好，所以同学，我帮你讲一下哦。 明年第一季很多股票，假设有有一下子就涨上去的话，就不会有今天这么好的价位了、喔。所以为什么我们还是要领先布局？OK，了解。好，所以安琪呢，刚好看 VCR 了。那十二月八号就跟你提过这档股票了。那你现在已经赚了十几趴、欸，接近两成了。你开心怎么样？你就怎么样。有日报的同学，好不好？那我们这当作 n g 刚都有秀了啦。那也跟你说过，十一月安琪的营收就会比较不好了。所以你有买日报的同学，你有买日报的同学。 很多股票，哎、欸，接下来一两个月会遇到什么事情，其实都有提早跟你讲。只要是在雷老板的能力范围之内，我都会跟你讲。那至于要怎么操作，要怎么精准挂单，哎、欸，雷老板也会跟你讲。所以豪华精英仓，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好，那等一下记一下广告哦。广告回来呢，我们来讲一下。哎、欸，电子纸，雷老板，你今天都讲了折叠机了。电子纸，你上次分享会有讲、欸，那能不能来提一下？对你下一次哇，所以。 今天元泰又涨上去之后，你老板，你分享会讲的股票好像都涨了。上一次分享会到现在好像都涨了。那下一次的分享会呢？我们进一下广告，马上回来，好不好？ 好，同学，这一 part 我们要讲什么？我们要讲一下哦，就是我上次分享会有花了一个篇幅跟大家讲一下元泰这个电子纸产业未来的趋势哦，电子纸加电子标签。那我跟大家说，这是一个长取的趋势，你要随着他的法说会啊什么，慢慢跟着雷老板一起做。那元泰呢？我们来看一下哦，他上一次他是有一点怎样？他在法说会后是呈现整理的哦，但我的时候也跟各位同学讲的，他法说会后，哎、欸，居然。 本来以为，本来大家以为他法会那个讲法会是法说会那个讲法会是变法会，但没有、哦，所以利空彻底之后，诶李老板教过你哦，利空有时候是来彻底的哦。他在这里整理了这么久，他在这里整理了这么久，法说会又讲的那么差，跟大家说哦，对不起，因为大我的电子纸电子标签那些几色三色变四色，哎，不重要，就是下一代的产品呢。 因为现在客户还要去库存啊，客户就上一代的产品还没卖完，所以我我可能第一季才会复苏。听完这样，大家本来会觉得说啊不好啊，第四季不好，可是你看股价有反应吗？股价没有反应，股价就一从那一天之后就一直撑在这个平台。所以同学，我要讲什么？你有时候蹲一些族群，你看你现在蹲，你就算明天把它卖掉，哎，你也赚了八趴哦。但是呢？ 你去追那一些有沒有前面你讲的哇，好像看得很开心，你去追第二根、第三根了，结果因为一天或两天的新闻反转之后，现在要跌回到原点了，那你赚的还没有这个多。所以林老板叫你低阶不是没有原因的。你有时候看到很开心的时候，新闻上报的时候都第二天、第三天。今天大家全部分析师都会跟你讲 AIPC，但是 AIPC 我们在上一次的时候，我们金宝就已经蹲在那边了，对不对？那你不要跟我讲。 华硕啦，华硕四百多块的股票，有时候跟你们讲你们也没有兴趣嘛，对不对？你们就喜欢这种十万块上下、十万块以内的。好，那华硕不是不能看哦，只是我之后也会分析。但是今天大家都在讲 AIPC 了，我不如帮什么帮大家复习一下，最近盘市变化这么快，有什么是你需要注意的？所以元泰呢，你看哦，元泰这一根一过，你看 MA one 参数、MA two 不管 MA 几，全部都过了哦。你有罗盘的同学开出来哦，我们罗盘是有卖的哦。 那这里漂亮了那老板怎么办？我没追到哎、欸，我这里不敢步，每天这样洗洗的，我心慌慌、意茫茫、情乱乱，然后怎么办？来啊，这里不就是过了就变怎么样？压力过了变什么？支撑嘛。所以这一边会有让你有机会啊。啊，如果真的一路靠上去，哇，原大这么大，这股票它给我一路涨了，你就算了吧，对不对？不然总会等、嗯、让什么有心人等到它。 我也不要说我一定要回来这里才接嘛，我真的想有一点点，我在这一根红 K 的上三分之一，我就可以开始布局啦、啊。所以同学，要布要布这种的，我们还有机会布的，不要布那种已经追了两三根了，好不好？追了两三根，你要追我也没有意见，但是呢，重点是怎么样？重点是你也不确定它的新闻利多利空啊，你也不确定它的订单，不确定它的报价。如果你都能确定了，你抱得住，那我给你拍手。 好不好？好棒棒！所以你可以，但是如果你都不确定，你只是因为新闻头条进去追看新闻做股票会死人的、啊，同学。好，所以你看一下哦，梁老板又教你一档咯。那为什么梁老板那时候敢蹲？因为为什么？同学，MACD 开始翻正啦、啊，蓝色的短线的 k d 指标开始翻扬啦、啊，乖离率一直都保持在蓝线之上啊，等一个往上的时机点而已啊。 你看 K 棒这边还看不出来这个感觉，那就只觉得上上下,下下很喜耶。可是你看四大指标，它背后给你反映的那个热度、那个波动率、那个乖离率，它跟你反应的却很明显，是你可以试着布局的，好不好？所以有罗马同学买起来，跟着雷老板一起操练，怎么样操练？天天操练嘛。好，不会操练的呢，来二零二四年雷老板第一堂课特别开给。 大家喽、哦，这是加开的哦，因为前两场都爆满。为什么？因为你们爆满，你们就是想要来拿这个才会有的现场价嘛。很多同学到这个月终于相信雷老板，只有现场才有现场价。对，你们都不相信，所以你想要豪华基金仓有折扣的，那你就请来让雷老板看一下你好不好？那我看一下你很积极，那我们就来有折扣。你想要刚刚那个日报有折扣的，那也请你要来到现场哦，同学。 所以哦，好华精英仓！如果你当天有来参加我们二零二四年第一堂课的，什么时候？一月二十一号下午一点半，一样。雷老板跟我的团队不断电，就算结束了，我会在前面让你问问题哦。你在课程上，你在看我直播，还是你在看我日报？你有任何问题的，你就那天现场来问我，我会解答给你听。这也就是为什么上一次上完课一个小时，结果现场快要六七十个人。 竟然才走不到五个人，为什么？因为我课后跟上课是一样精彩的，绝对值得你来。还特别为大家挑的这个地方，你坐捷运来只要五分钟。你难得过年前，你接下来就要过年了，要去放假了。你为什么不要在二零二四年？你这么想赚钱的人，不要在过年之前把自己该布好什么局。用今天上完课之后的一个多礼拜，把你到过年之后你应该布好的局，好好的，好好的。 想清楚，好不好？同学，二零二四年第一堂课哦，特别为想认真赚钱、想要在明年龙年领红包的人而开的哦。所以，雷老板常说，厉害的人赢过很多人哦，有价值的人要帮助很多人哦。你把这个听回去，你就可以当一个有价值的人，帮助你身边对那些要不要报股过年的人很彷徨的人，你可以给他意见，O 不 OK？所以要跟着雷老板怎么样？天天操练，日日栽培哦。 好，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元泰，那元泰这张股票，雷老板什么时候发现的？你看有日报的话，你十一月七十七号的，要回去复习了。那时候就跟你说了，第一季才是营运落底，但是股价会提前反应利空，所以我那时候用了一段字叫“否极泰来”。对，为什么？因为破镜重圆嘛，谐音梗啊，可不可以？破镜重圆嘛，到到第一季嘛，可是法说会已经不解释了。 把说会已经反映利空了，利空彻底了，所以我们进去低阶布局哦。崔同学，二零二四年逐迹成长，到吃甘蔗哦。元泰这东西，你先问一个东西，你认不认同嘛？你认不认同彩色电子纸、彩色电子标签会越来越多，对不对？你超商还要一个人在那边贴标签吗？还是电子标签后台改一改就好了？应该是大家都有节省能力吧？你看电子书，你会只想看黑白的吗？你不会想要看彩色的吗？ 而且电子书的运用已经越来越多了、哦，同学，这些都是促进这整个大时代的改变哦，数位时代的改变，好不好？如果你相信电子书是个趋势，就像你刚刚相信折叠机是个趋势，那元泰哎思而你看咯，那正要，哎你看最近正要跌这么多，哎，理论上这两只应该要一起跌啊，你看正要最近跌这么多哎，同学，你看，所以我就说嘛，你看一路上去涨的股票，最近都至少跌二分之一回来了。 所以呢，不是只有一个族群这样而已，是现在的台股目前就是长这样。目前台股的整理就是一定要会拉回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2, 你只有真正看回了，你有全面蹲到了这一段，你才有这办法在十二月中之后的台股赚钱。如果你前面不是第一阶去蹲到的，你是到过程中才追的，你最近会比较辛苦，但也没有关系，蹲对族群，明年我们就一样有机会。所以同学，你要蹲。 你看，你十二月才蹲，你就比十一月的人，比十月的人蹲慢了一步。那你现在要等到明年才蹲，明年哇降息好棒棒，降息就是大家要出给你的啦，不会好棒棒了。所以明年赚钱的行情就是上半年，OK？好吧，你等它降息下去了，市场上就高度震荡一波，甩都甩死你。好，所以正要最近你看跌成这样，同族群的元泰却没有跌哦，为什么？因为正要前面一阵子有利空嘛，但是最近这个利空也被破解了。哦。 之前是说，我那个彩色电子纸要跳页的时候，要翻页的时候怎么样，比较慢，黑白的很快嘛。可是彩色的要换颜色比较慢。但最近这个问题听说也解决了。如果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到时候正要关键 MA two 参数打到，或者是 MA 三参数双参数这里开始集合拉平勾起来，到时候族群性跟元态就会一起哦。所以同学你要注意，好不好？ 我们看技术分析配合基本面的故事是这样的，不要走技术分析，也不要走基本面。好，今天最后一趴了，Nike 大跌十一 p 老板怎么办？我们全民星运都会怎么办？同学怎么办？看着办。为什么？因为赢在修正，而不是预期哦。Nike 今天既然敢下修他的，他什么？ 他敢下修他明年的财测喽？他说他明年的营收怎么样？只会同比增长大概一 percent 哦，这个你去找新闻都会有。全年营收本可能仅成长一 percent 哦，为什么？因为之前是预估四到六 percent 哦。那明年会不会调？不知道。但是他目前会啊是什么？这一次竟然不一定是中国哎、欸，这一次影响到的是国家还有什么？还有它的北美市场。好，那同学。 Nike 的财务重点，如果你是雷老板的老铁的，哎、欸，我就已经帮你准备好了，你就看这一张就好了，好不好？你就可以看了。那刚刚那个新闻你不看也没关系，你就看好。但是呢，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北美地区的负成长蛮明显的哦、喔。那这一次比较怕什么？还有一个地区是中东。好，那同学你要怎么解决？我们来看一个东西，股价呢到底谁大跌了？好，你看。 他把十二月 Nike 在这里，他把十二月涨的都,都跌回来了、哦，所以你接下来要观察哦，Nike 它终究明年还是复苏还是成长哦，他现在先跟你调持平哦。那你看股价一次跌十一趴，跳跌到这里，那台股供应链最近有没有跌？台股供应链最近也有一些反应哦，大概每一档都跌大概三到五趴不等。那你会问雷老板怎么办？好，从这一张图来讲，目前哎，算 Lululemon 还是看好的。 从这四大运动指标股，普马相对没那么重要，所以它前面的涨势没有艾迪达跟 Nike 升。可是你看 Nike 大跌之后，艾迪达又跌哦，那你就是要看这个礼拜它跌下来，前面它把十二月的跌幅跌回来，前面这个支撑的时候，前面这个支撑平台的时候，它能不能撑住？如果不能撑住，梁老板跟你讲，你要小心，明年会震荡的，不是只有鞋业跟纺织业，好不好？ 那因为我们早前布局比较早的关系，我们很多全明星运动会的股票目前都还是小赚的。但是呢，Nike 出了这一招，你就要密切注意雷老板的口讯。如果有反弹，反弹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还是呢？哎，我现在在小挣小赔之间，我该怎么办？要换股吗？好，要密切注意雷老板的口讯，好不好？雷老板现在也不会因为一天的大跌，哎，就看股票说说什么。 看人说人话啊，看股票说股话，不会哦，因为我认为还需要有更多的资料来佐证哦。因为 Nike 它毕竟它还是怎么样，它还是认为明年是成长的，只是它小幅下修它成长的幅度。但是呢，明年的成长幅度真的这么小吗？我其实打一个问号哎、欸。明年的运动鞋的需求真的这么少吗？我也是打个问号。衣服需求这么少吗？所以大家可以来想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 所以 Nike 财报重点来，你是我老铁的，你都会拿到。那整理的都给你看一下。好，那有一打哎、欸，我们精英仓跟豪金仓都有了，本来赚的不错多，但是呢，当初买是跟着 Lulu Lemon 一起一起买的。那最近要怎么办？你老板，你的东龙星你看主要客户是 Nike、艾迪达跟 Lulu Lemon。好，那现在一定会影响到嘛？可是昨天出了这个大新闻呢？ 好，我们接下来就是呢，雷老板扣讯都出去了，我们严格守好我们的停损点哦，我在这里会做的严格，因为四大参数指标 MACD 也开始翻落了，所以同学，如果到时候我们再到动作的时候，雷老板扣讯都会出来哦。但雷老板为什么你这时候还没有要动作？因为它打在关键的技术点位上嘛。这里我们会看一下为什么，因为也许 Nike 这个东西已经在反映这里了，因为全部的字写股、保存。 还是我们的九九三八，你看都一个样、欸。那为什么今天都在这个新闻之后安 n 股价国家大跌之后，它反而能收一个红 K 影线？那这就是我短期会观察的。但平但是呢，我观察的前提之下，是因为他们都还没有破我当初设定的停损点。那你从这张图，你也可以看出我当初设定的停损点大概在哪里哦。所以同学你自己要去参考一下，好不好？ 所以这个线都带给大家看哦，那这个我们都还是赚钱的，我们就当然可以关心关心的更久。四大指标也还没有完全翻落嘛，OK 吗？同学也看得出来哦，四大指标还没有完全翻落、哦，但是呢，Nike 它这个下修不会是没有威力的哦，我必须跟同学讲，因为它这个下修有点怎么样，出乎市场的意外哦。所以雷老板不会嘴硬哦，因为它的下修数字摆在那里，如果该调整，雷老板会带着各位调整。 OK，好，但是呢，为什么刚刚的东龙兴，我们希望在哪里？我们希望是在刚刚的这一张嘛卢卢内蒙的股价嘛。可可是，如果卢卢内蒙连它都出来认为明年没有成长，没有那么高，那这四只过去一直涨的，你看，他们其实从今年年中就一直涨了。那涨多开始修正一下嘛，这个修正还不到原本的四分之一哦，同学。 所以为什么梁老板不敢大胆的直接断定它是空头？因为这个修正不及它原本一路涨上来的四分之一啊，它只是把十二月的跌掉而已啊。所以我不能直接跟你说哇，四大运动股要跌完了，我只能跟你说最近这个新闻对整个运动产业是有影响的。那你就是要抓准好你的操作。好，梁老板，你讲的哎、啊，有没有？ 最近停损被扒脸的，哎，我讲一档，我们就来，同学，这一档很有趣哦。梁老板当初看好面板嘛，那前阵子梁老板不是说高档的时候，我想要拉出一些资金吗？对不对？那那时候他的黑 K 就这样，那这一档呢？同学，我们现在大概这个地方，连续黑 K 破了我的 M A 参数，我技术面就是该出了所以呢，在当天一破的时候，我就开始出。 那我们出的时候呢，它其实还不到我原先认定的停损价位是二。那我们大概出在十二点一、十二点二哦。所以雷老板有停损的股票哦，但停损完你看我就被八连了，连续四根红 K 啊，同学，也就代表我停损的点位这次犯了什么大忌？我跟支撑点位啊离得太近了。那我会我会后悔吗？其实我不会后悔，为什么？因为我就是长期来照着我的纪律做嘛。 有基本面，我认为它是谷底嘛。可是基本面这个面板的报价到底要怎么拖，要怎样才会真正的反转，我也很难讲啊。我只知道是谷底嘛。那从股价来看也是谷底嘛。但是呢，我我讲过一句话，我说我在这里做的时候，假设我用五到十趴的停损，我希望未来赚的就是十五趴、十趴、十到二十趴。那我不认为说这一档我要去接受到十几趴的停损，所以我必须停损在一个。 大概五趴附近的价位，因为我我我认为我在这里买的时候，我可以赚个十趴到十五趴，这是赚赔比，你懂吗？我可以赔五趴，但是呢要赚我就要赚十五趴，大概就这样。但是我不不会接受这里说我要赚赔十趴，但我赚只能赚十趴或赚十五趴，我不能接受。哦。如果我在这里要停损十趴，我至少觉得赚要赚三十趴。所以呢，我当初果断的我就把停损设在这里，那停损价位到了。 你也可以说我差一毛没有到了，但是那一天我就是想要降部位，所以我挑了形态上我觉得最丑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马上反转的结果，真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马上反转，他就马上反转给你看了。对，所以同学，如果那一天你还没有出掉了，我恭喜你。但是呢，就最近这一档，哎，我也是有被打脸的。但是雷老板不怕，因为长期怎样？长期我们就是要胜率，我们要就是每一档胜率跟盈亏比。 我就是很注重基本面跟数学的人，因为我们人就是太情绪化。我如果不用这一些来架住我的策略，我觉得我会做不好，我会在不该熬单的时候一直熬下去。所以呢，单档做失败，我永远都是向前看的。为什么？因为我还有几十档股票要做，我不会因为一档。那你说安晴怎么办？安晴一档就帮我赚回来了，安晴一档现在已经赚快二十趴了，我在这里停损了一档五趴的。 这就是数学，你懂吗？我赚的时候，我希望可以赚二十趴的，但是我停损的时候，我只停损五趴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我认为停损五趴这一档最多只会帮我赚十五趴，这就是我的赚赔比。那为什么你要把你不让它停损十趴？因为我觉得它不会在短线内帮我赚三十趴，我没有那么有把握。那你没有把握，那是你们的研究。但就我的研究，我认为有其他更好的标的，再加上那时候我认为要调控水位。 因为你看，最近只要在十二月中之后去追任何股票的人，不用挂单的去追任何股票的人，最近都死很惨。所以，我们有一档，哎、欸，我们的 A A I P C 有一档，我们也接的很漂亮哦。我们 A I P C 不是只有人保哦，不是只有金保、哦，我们 A I P C 还有嘉哦，所以我们技嘉一样接在区间的低点哦。哎、欸，这几天也表现还不错、哦、啊。 来，你看，这就是符合我技术指标一大原则。我想低接二是，在 MA one 参数附近，三四大指标开始翻正。同学，蓝色没有往上，有，所以你有罗盘的，你就可以开始去看了。来，蓝色是不是即将往上？来，乖离率这里乖离率是不是站上来了？MACD 是不是开始翻正了？ 好，如果你有罗盘，我的四大指标都翻正了。我最近用 A I P C 的题材，我有机会在区间低接，没有错。我们就是接在下眼线的地方，接近 M A one 的地方。雷老板的进出是不是照逻辑？我喜欢我的 A I 题材，但是我强调我自己要用低接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最近追会死人，懂了吧？所以呢，同学没关系，如果我们做一档失败，停损就死行停损，因为我说过了，我是天天操练。 我永远不怕单档的挫折，OK？这种事情你永远都会遇到的。那遇到就是接受它而已，因为它已经在你的零件容忍值以外了。非要说就是我多停损了一毛，怎么说？我设定十二元停损，我的空讯设定十二元停损，但是因为那一天我想要撤出资金，所以我变成十二点一，我离开了。如果我坚我坚守十二块停损，那这一波我就后面就赚得到。但没关系。 我们就继续找下一档，如此而已。好，所以同学，我就是这么坚信，所以我才会有这些获利，我才会有这一些。你看，这是未实现的，同学，我们上面的绩效为什么红色地方都大于绿色地方？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你要赚就是要赚盈亏比，对不对？你敢设定五十趴的股票，你就可以拿十趴的停损去换。但是如果你没有四五十趴的可以去，你我拜托你，你不要拿十趴以上的停损去换。 你没有二十趴以上的获利的股票，你不要拿十趴以上的停损去玩，好不好？同学，再给大家看一下哦、喔。所以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边哦今天讲了很多东西，你要好好的复习。那如果你觉得含金量很够，哎，都看到这里的，麻烦帮雷老板分享订阅一下，好不好？我想要赶快让我的订阅频道突破一万人，OK，好不好？我们要赶快让它突破一万人，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股票。如果更多人看到我们的股票，我们的筹码就会越稳。你今天都已经跟着雷老板看直播。 做会员买日报看扣讯了，为什么不把你认同的东西好好的让大家帮你抬轿，对不对？你让大家也认同，也进来买，我们的筹码才会稳，我们才有办法做到波段的获利。不要每天在那里当冲两三趴，今天赔两趴，明天明天赚一趴，后天赚一点五趴，大后天又赔五趴，这没有意义。你也永远对股票背后没有任何感觉，你也不知道这一张股票到底在涨什么题材。 我的知，我的直播就是要给你这个含金量，要给你这个知识，所以你就应该要把它分享出去。好，那差不多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喽、哦。投资不迷路，老板帮你顾，我是专爆李老板，我们明天见，拜拜。